有时候你要上个厕所不方便，淋浴间就对了，对，就可以变成是淋浴间，甚至你要上个厕所都可以。那你脚不要的话，你没有用，我会把它整个拉起来贴在车子后面，贴在车子上面的话，变成下面这边又多了一个那个车尾的空间。